举哈雷哈雷 MV 公开引发关注，官方也再次释出宣传短片。茂茂、彩英跟定妍三位成员示范舞蹈动作十分活泼可爱。此外，也有全员在立目前热舞的短片。九妞穿着黑色的热裤小可爱，大方露腰秀美腿。子瑜站 C 位开舞，让粉丝们陷入疯狂。子瑜穿着露肩短洋装，搭配黑色长靴，俏皮又性感，展现九头身的超级好身材。哈雷哈雷轻快的舞步也很能展现 Twice 的元气感。在宣传影片结尾，大家都往前走向镜头，开心的挥手打招呼，甜甜的笑容让 Ones 陶醉，纷纷留言表示太可爱了。这次日单九兔都好美啊，马上来学跳哈雷哈雷。至于 C 位，就是让舞台都亮了起来呢。